南木大佐让我来谢谢你。老万，你别担心，图纸一定会找到的。这个责任就由那个没用的杨子来承担吧。如果手里没有一两副牌的话，我相信很快会被扔进垃圾桶里。 老关牺牲了，孟红，就由你暂时代理特战队队长职务。回头我向组织上做一详细的汇报。小天儿下落了吗？小天儿还在楠木的手里，后天就是楠木给的最后期限了。 那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我们觉着，这都是楠木的手段。楠木自己也知道，小天是他最重要的筹码。一旦小天有什么闪失，楠木就永远都别想拿到图纸了。如果你拿到图纸，你想怎么办？我会把它交给你。 那小天呢？小天生在我们家，那是他的命。孟红，孟红，这不是命，这都是因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家，给我们每个家庭。 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，王后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老邓，我要联络的那个人是谁？我怎么跟他联络？ 你怎么来了？找到新住处了，我带你过去。可靠吗？可靠，青青的地方，是邵老帮主给他准备的嫁妆，还是个别墅呢。<笑>这个青青对咱们可真是够意思。对，山鹰，行啊你，住上嫁妆了啊？哎，对了，老邓怎么说？老邓说，一切照旧，老关的工作，让我接替。 这又变成孟大队长了。哎呀，但说实话，我还是喜欢你不当队长时候的样儿。你站住！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啊，你看这一当队长，这马上那个劲儿就回来了。嗯，行，我山鹰。
坚决服从，孟大队长所有的指示安排。宋给你。罗队长怎么有空？今天到我这儿来？不喜欢？很漂亮，放这儿吧。我就说嘛，本来是想送你一束鲜花的，又怕吓着你。只要不是菊花，都吓不到我。真的？你今天不用去日本人那报道。王医生，又跟我打岔。 你真是比日本人还狡猾啊！日本怎么了？日本人快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美国人已经占领了马尼拉，小日本在东南亚也是被打得一塌糊涂。我们北边，老毛子也快打进来啊！你说这小日本，消息挺灵通的呀你！我这叫审时度势，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 我要离日本人远一点，保持距离，这样就不会被他们说成是汉奸了，对不对？怎么，王医生已经把我当成汉奸了？如果只是嘴上听命于日本人，那倒不至于。但是如果是行动上，有吗？问你自己。 现在有一个检验你的机会，要不要试试？检验我？你说。我听说日本人抓了一个抗日分子的儿子，大概七八岁，关在宪兵队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就问你知道还是不知道？知道。但你问这个事儿，是为什么？害怕了。 害怕我也是抗日分子，王医生多虑了，你怎么可能是抗日分子？我就是想知道，王医生为什么要问这件事儿？那个共产党和你是亲戚？不认识，我就是觉得吧，打仗就打仗，你抓人家孩子干嘛呀？那个孩子那么小，他长大以后。 万一有个闪失见不到父母怎么办？王医生是担心那个孩子，还是担心那个孩子的父母？我当然是担心那个孩子了。我九岁那年，我父母就被军阀带走了，我现在做梦都是他们五花大绑的样子。我不希望那个孩子跟我一样。罗队长要是有机会。 救救那个孩子，你自己也说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孟红姐，你觉得这儿怎么样？作为大本营，非常合适。 比较偏远，而且人烟稀少，也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只是麻烦你了。客气什么呀？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哎呀，青青啊，这么迫不及待称为一家人啊！老毛，你说什么呢？就你知道的多少？你们俩天天就知道。来来来，吃饭了，吃饭了啊！来来来，哎呀，都在不中啊，随便吃点。哎呀。 我们得赶紧商量一下，这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，这秃石还是没有着落。那如果秃石找到了，你是打算带他去换萧天吗？难道不换吗？不换。我想了一个方案，咱们大家商量一下。我觉着。
如果有图，这样刚好可以分散咱们的注意力，我们呢也能借此机会把图纸送出去。如果没有图纸，我们只能硬抢小天。我同意第一点，但是没有图去抢萧天，那不就是去送死吗？不是老毛子，你是不是特别怕死啊？怕死的话，赶紧回家吃大脸子去，别在这儿待着啊！ 我的工作室包拯这个秃没有落在日本人手里，跟他们的儿子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我们去，只有一个结果：武丹的孙氏战斗里，知道吗？你娜说的对，应该我和孟红去，毕竟这是我们的私事。孟红也不能去。不是，我说你这人还有没有人性了？这别说小天是他们俩的儿子，那就是邻居家的孩子出事，我们应该出手相助啊。 如果秃还没有招到，那孟轰就是秃。如果山鹰跟孟轰这一去，那还能回来吗？这个秃关系到你们中国，也关系到我的祖国。青青，你别因为别人的家庭私事而耽误大事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还没嫁过去吗？也算不上你家的事，是不是？周太熙塞不住你嘴，是不是？是这个。 山鹰哥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干什么扭扭捏捏的呀？谁扭扭捏捏的了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那这个地儿你住着觉得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你爹给你准备的嫁妆能赐吗？哎呀，只要我们这帮粗人住了，得小心点，别给你糟蹋了。 你说什么了？就是说他让我嫁。嗯，那个山鹰哥，我真没那个意思，真的。哥知道。知道什么呀？知道。嗯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要是不想让孟红去的话，你就直接跟他说，你自己搁这杵着愁什么呢？哎呀。 孟红是队长，我得支持他工作嘛。你自己搁这儿慢慢支持吧。
waiter， 送一杯一样的咖啡给那位先生，谢谢。上一杯魔家加巴咖啡。你进入咖啡厅后，他看到你会喊服务员叫一杯魔家加巴咖啡，而且他右手边会放一本红色封面的书。喜欢这本书，刚看一点。我也很喜欢。我叫王琦，孟红。这种粗活应该我们男的来。我自己能行。您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帮忙而已。罗队长，你是什么人？来这里做什么？罗队长是来和我交接一名嫌犯的。啊，佐藤先生，刚刚抓到一名嫌犯，在审问的过程当中，怀疑他有共党的身份，所以特意过来交给你。我不是共产党，我不是共产党，我不是共产党。哎，这位小姐是罗队长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有句话叫。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啊，那还好，在下没有听过这句话，还能多活两天。再见。走。走狗。关于藏图的地点，我偶尔会有一些小片段，还不能都想起来。我真是不知道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全部想起来。眼看后天就要……你先别着急。对了，小天的下落，我也在帮你打探。怎么样，有什么消息吗？日本人对消息封锁得很紧，但我估计他关在了宪兵队。谢谢你啊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回去准备，我也该走了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最近想起来的话，你最好尽快去取图，还有你身边最好带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陪同你一起。为什么？你这种失忆吧会复发，而且没有规律，有时候好几分钟，但是下一分钟又忘了，你最好做好准备。好，我记住了。Yeah.
19、11这3个数跟儒杀是有关系的。 全队的人，王医生都见过，你还跟进去？你怎么不直接去问他呢？啊！队长，王医生在那个位置吧，我在外面实在看不到，所以。蠢货！说。 他去见谁了？队长，我都说了，没看清。我没用的东西，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好。队长，你是不是怀疑王医生他是共产党？放屁！ 我要是怀疑他是共产党，我让你这个蠢货去查啊！我只是想知道，他到底去见谁了。队长放心，如果让我抓到那个野男人，我一定滚，给我滚，滚！是。 王琦啊，王琦，反跟踪，你不弱，难道你真是共产党？你真是让我难办呐！ 老师，明天的行动，我们是不是要留一手？有进步啊，知道留一手了。是老师教导有方。我现在是怕孟红会有好几手。您的意思，孟红会带假徒来？第一。 是他有没有得到图？第二，找到图之后，会不会换小天？你要知道，这些共产党人，有些时候骨头并不比我们软。那这个小孩岂不是一点作用也没有？有用没用，后天就知道了。邱草君也很清楚。 所以，把你换成了佐藤。水源那个孬种，我才懒得理他。哎，水源现在是我们的救命稻草，从他那里拿到侦图的可能性最大。可是秋草将军一定会让水源把图纸交给他。没关系。
只要能把真图交到司令部，谁交都一样。只是现在秋操军已经不再信任我，他从一开始就没信任过我们，一直在利用。不过没关系，好在佐藤是我的人。对不起，大佐有令，谁都不细心。大佐是不是在里面审问那个孩子？杨子，他来干什么？我有重要的事情找大佐商量。 大佐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到处找您都找不到，就一路问到这儿的。有什么急事吗？后田和山一约定的交接，我有个想法，如果您同意，我就去准备了。但是时间很紧迫。好，去办公室等我吧。是。 应该快了。好。你明天立刻赶过来，全权负责水源的监督工作。你必须保证第一时间把图纸送到我的手上。まだどれぐらいですか？先生30分。早く。 我相信他们拿到图也不会交给大佐，山，他们是准备来应聘的，所以我的这个计划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计划设计得很周全，我能够感觉到你很用心。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行动挽回大佐阁下心中的信任，弥补在蝎子任务中的过失。 我对您始终没有放弃。谢谢大佐。这次的任务由你全权负责，去准备吧。谢谢大佐。正如您所料，秋草将军果然派人来了。直接说重点。嗨。 我派人把那个中尉打伤，并且把现场制造成供到袭击的样子，现在那个中尉正在医院疗伤，明天就能把他送回去。一定要好好招待他。老师，如果秋草将军问起罪来怎么办？他问什么罪？这件事情。 他通知过我吗？你知道那个中尉要来吗？老师高明。
他喝醉了，肯定走不远。你们分头去找，酒馆多找找，他一定是去买酒了。你们俩去那儿，你跟我走。 太平，太平，这里边全部是空的，没有酒啊，在里边看没有啊，没有酒，太平，这里边没有酒，没有。香水将军忽悠我，那么大嘴也忽悠我，连你也忽悠我。这平，分明就有酒。你说的我一句话都没听懂啊！这样，爹，我给你买酒，怎么样？行吗？这外面有你，你却要让我买酒，还没不让我？我可没好酒，那人家放我走吗？太平，你没事吧？我。 我已经想好了，明天就我们两个人去。这毕竟是我们的私事，不能让其他人跟我们去冒险。图，你想起来了吗？那么妮娜说的就没错，你也不能去。你要知道，你就是图，你一旦要有什么闪失，图怎么办？ 那么万一把你抓到了怎么办？如杀计划怎么办？可是小天儿，孟红，哎，孟红啊，在我们决定加入共产党的那天，我们就选择了今天的结果。 打仗是要死人的，别人能牺牲，小天儿也能。不，不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孟虎，我理解，别讲了。 我不管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一定要去。
难道你不知道水源对帝国对我的重要性吗？属下无能。无能？哪里是你无能？分明是我无能，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大佐，是秋草将军。混蛋！难道你想说秋草军将军无能？不是，大佐，闭嘴！大佐，这是佐藤一个人的错。 先生，你叫什么呀？你住在什么地方？我要回日本，我不要待在中国。但我遇到徐小轩，他是混蛋，混蛋，杀了我老沙也要杀我，我想，我想，都要塞，都要塞。 鲁头要塞，先生，先生，水原三郎，27岁，日本东京。 现在你就去把水源给我找回来，找不回来，你也别回来。嘿，喂，日本宪兵队吗？啊，这里有一个日本居民，叫水原三郎。 他喝多了，现在在警备队医务室，麻烦你们派人来接下他。佐藤君，佐藤君，你不觉得应该向我道歉吗？实在是抱歉。 让小岛君受委屈了，对不起。秋草将军给你许诺了什么好处？你愿意去陪那个蠢蛋？将军给我的只有命令，没有好处。换句话，你给将军什么好处？小岛君说笑了，我一个小小的少佐，能给将军什么好处？ 既然没有好处，那么将军为什么选你？我想，是小岛军对水原君过于严厉了。严厉？难道让我向佣人一样给他跪下？看不出来，佐藤君很能屈能伸吗？作为帝国的军人，为了帝国，屈了又怎样？ 那你可要保护好你的膝盖。喂，水源。什么？佐藤，你马上去警备队医务室，水源可能在那里。嘿。
醒啦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来时的路，我依然等着你。